半击退。全军出击。和公牛角力，哼，你会尝到牛角的滋味。将他们冲散。我们藏在这里啊，一级可以打他们一波。女警自己帮他去打野去，让刘角儿刘什么角儿？哎，你们觉得刚才我们选了个蜘蛛，然后秒了，我选个刘头用给他们刘角儿吗？你自己你不看着点儿，你那么着急。俺知道。嘿。向位猛冲！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其实我刘角也就一瞬间的事儿，我说实话，没什么可以吧，我留不留就对我无所谓，我可以给他留，但我就烦有些人老刷屏，整得我很烦，我所以我不想给他留了，给我整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必须跟着，快跑！再见。将他们冲散。啊！不是好节奏，那女警自己有问题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啊，跟我其实没有任何关系。那女，我二连以后，我直接往左边走。明显那卢仙升二了，咱不能把不能杀了，对不对？知道该怎么做。完事他还往上去 A 塔下去 A 人去，他 NS 就完事了呗。我扛扛个屁，我扛我就死了，我才不扛呢。我刚才打他一阵他不打他就完事了呗，他非得往上上跟我有啥关系？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你自己蠢，你这是跟我们可没有关系。是吗？跟斩，端顶，体力，哎呦，哎，疼！这太阳妹妹打人有点痛了。杀卢仙好了，应该。我们应该去杀卢仙，他自己乐意点的点的太阳妹妹，就让他自己点吧。下回我们就盯着这卢仙打啊，不管那女警，那女警爱点谁点谁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将他们冲散，补个扣去了。知道该怎么做。你咋不点呢？
须跟斩。很明显啊，他们家太阳妹妹掉线了，给我杀！看来不行啊！哎，难的。将他们冲散。走吧，走吧，这个地方不适合他。溜了，呵呵，我们去上路赶赶。你上我不上了，行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赶赶一波大光头。真猥琐呀！海克斯闪现，哎呀，闪现了啊！今天必须得杀他光头啊！哎，嘿。来斯兄弟，去中路赶快一波。后果很严重。嗯，你怎么呢？没有火蓝，漂亮火蓝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其实我想出一个三速海，来个三速海吧。嗯，其实我想出五速海，那算了，那这皮海一会儿再说吧。他们冲散。这女警我估计越打了，我们这波下来少小帮他扛一手、啊、知道该怎么做。这个闪现顶居然没顶起来，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你可打不过我小伙子。哪来个大光头给我顶？哎呀呀呀！哎呀！哎！来个五速海。将他们冲散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啥呢？在下路必须跟斩。别急啊，这里头可能有眼，小心一点。跟我上来，我有五速海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
这里头肯定有眼儿，100%。我先海克斯闪现一手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哒 ，nice。小驴人也没有蓝呢，我这一看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哎，你这不干他？上路已经被我们给带起来了，兄弟们。哎，我这个疼啊！哎呦，这么痛吗？我的大都开出来了，给我狙死他！55%的伤害减免，将他们冲散。嗯，还是有点痛。俺很生气。我来了，火蓝。很严重。开业。过年好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我打死他，漂亮！哎，回家也不能回家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薛飞，等一下。哎呦，我这干啥呢？这是跟我俩玩花花的，是不是？烫死了，没事，继续追呀。有盾没有？气力顶死。将他们冲散。红有没有？来来来来来，洛克萨斯之手。俺们家有寡妇的类英雄呢，还那寡妇怎么没见过这人呢？你必须跟着。俺很生气。后果很严重。打死了，还行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没事，我就在你旁边，他不敢动你。啊！俺知道该怎么做。那耗子走了。跟我下来，把这卢仙杀了来。你怕啥呀？他一辅助，怕个屁！快跑！这得不懂，这不行了，这。哎呀！喊喊死他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还能打死一个，简直了。小心一下小驴人啊。在哪？将他们冲散。差50块钱怎么办呢？不等了，拉倒吧，等不起了，下波再来吧，下波再说。俺很生气，
后果很严重。我到了啊，我到了。哎嘿嘿嘿嘿嘿嘿。端。俺知道的不行。下路可以去，直接上吧。我从塔后来了。知道该怎么做。就打不完，有的时候吧，这留头这距离没掌握好，就这样。你必须跟斩。没关系，有助攻不就完了吗？多大点事儿呢？将他们冲散。要看兄弟在那里，先礼后兵，先礼后兵行啊，先礼后兵。过年好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老蛤子，嘿，老蛤子，永霜。算了，你跑得真慢呐，我都给他永霜了，你都。都没定住他。哎，可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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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全死了。二连永霜，开大招，端致命减员。你必须跟斩。哈哈的，我武速还，你跟我跑。你这将他们冲是不是没必要啊？哎，怎么感觉这刘头跑得这么慢呢？还有大呀，那蛤子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还得我来呀，你给我晕。那寡妇啊，就跟个瞎子似的，你比他瞎，我发现这得溜了啊，这可管不了了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出完这个，我来个板儿甲。没有人头啊，不过这牛头确实人头比较难拿啊。他已经 Legendary 了，我们这一波来中路能不能杀人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先等一等啊，先等一等，别急，别急上。很严重。这个位置很有可能有眼儿，我们先插一个，把针眼给他排了。谁把这鸡儿给收了？快！永霜。起立，顶回来，晕住，死，跟我越，有我在，没意外，顶过来，敲起来，
要往塔外边跑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照一下。Q 闪，再见。君子 ，nice。回家了。将他们冲散。下路都这样了，还能赢？我把这落手养起来了呀。他们家辅助也不赶客，哎，你就想吧，我在下路啊，我在下路那么长时间，啊，不能说是我在下路，我没在下路那么长时间，俺们家下路一塔都没掉，你就应该明白这一把。这不能怂啊，谁怂，今天谁就完蛋，一定不能怂，致命点炎，墩儿，可以得分。我一个二连，救我！来是，嘿，永霜。给你一个眼儿，1300，回家出板甲去。哎，洛克少司之手被干了啊！这一定不能卖他，死了，没事。永霜，端你来。气力大光头，漂亮！哎呦，我来五杀，来五杀，来五杀！这不踹出来？哎呦我，打的！简直了，真的，这都不往出踹，我是真没想到。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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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这都不给我杀，哎呀我的天，谁到了过年都不给五杀，将他们冲散。我这就没用过这玩意儿了，我得用一个。对呀，他们是不是去打大龙去了？你必须没打，还行吧。
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三个眼儿给他查起来，中推也行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的。永霜万顶，大龙嘛，将他们冲散。你这推不一定能推得下来。这炮车也不给我呀，这是。必须跟斩。请我吃鱼，小驴人。给谁下当了？撤一手吧，往后点啊！小驴人有点装逼啊，小驴人，死不死？嗯，死了。这波肯定是管不了了，快跑吧兄弟们，快跑啊永霜。出个啥呢？要不要出个紫炎之力？来个紫炎之力吧，要不你们要打大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有点右边有光头，哎呦我这洛克萨斯之手，将他们冲散，死了。哎，他一直就杀死四个人，为啥他能被三连下当啊？可以来，可以上。这光头是必死的。哎，好了，没事，继续追 ，Q 他。哎呦，跟我跑！怎么回事？晕。你们家的闪现是批发的是吧？啊！跟我跑！跟我跑！往哪跑？给我杀！这就叫舍己为人，兄弟们。把这个卖了。人家没蓝了，那他一直跟我点让我上，不知道谁点的，你知道吗？谁点的让我上，我咔我就上去了。打个大龙去吧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
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往这儿走来，不着急上啊，不着急上，不着急上，这没有后续虚区。永霜，这给我打的，哎呦，我这给我打的大龙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这再打打不过了这。哎，好弹，好弹，我给你追着日女儿。哎呀，想跑，永霜，我给大的巴子。没视野，没什么可以怕。一换一，一换一还行吧。因为我就只能吃了一个呀。都行，看你吧。推美蜡，兄弟们，这也没用过。